不中啊！你看不见的不一定是假的，你看见的也不一定是真的。就像这个尾巴一样啊，你拽出来，他知道它是一条鱼啊，嘿嘿，而且还是一只非常大的鱼啊。别人家的小帅哥都有好多好多的双击，为什么我这个小臭蛋没有？能不能点两颗小红心，顺便加个关注？七夕了，咱们抓了一对螃蟹，但是咱们一定要把它放生，因为今天的日子比较特殊，你们一定要不离不弃啊，不要分手，好不好？这都把你放生。我的妈了，俩母的被他忽悠了，好吧，放了吧。最起码有100多位朋友发私信告诉我说，你能不能捡一个墨鱼，把它牙齿取出来啊？我今天终于圆满你们了啊！牙齿取出来，墨鱼骨取出来，就能起锅烧油了啊！那些老铁在不在？在的话给个双击，然后加关注，看我干海。啊，兄弟们，抢蟹专业户啊，又来了啊！今天用的这个东西啊，叫做芥末啊，也叫辣根儿。啊，这个味道就比较冲了吧？如果带不出来的话，我实在也是拿它没招了。我有个梦想，100人路过能有一个双击啊，我也就知足了。能不能给个双击，加个关注看？那么兄弟们，当你走在沙滩上，发现这种啊孤出来的啊，肯定是里面是个大货啊。咱们把它挖出来啊，如果能挖出来，咱们给点个小红心啊。反正有的朋友看到我挖出货了，必须给点个双击啊。啊，有的朋友加了个关注，看我赶海是不？